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的《t e m r 五加 CSS 三轻松入门与实战》视频教程。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学习一个新的知识点。好，根据不同的浏览器窗口大小来加载不同的 CSS 样式。好，那么我们啊、呃，凭什么让它这个加载不同的这个 CSS 样式呢？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知识点。好，呃，我们首先来看 media queries。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核心知识点。好，media queries 模块。好，在 CSS 三中呢，有一个和这个各种类型相关的这个重要模块。那么它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media queries 模块。好，那么我们这节课课后的一个目标呢，有这么三个。好，第一呢，是掌握我们 CSS 三中的这个 media queries 模块的这个基本概念，以及 media queries 模块。 可以实现的功能，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好，第二呢是掌握如何编写媒体表达式来让浏览器根据当前的窗口自动加载，啊，自动加载一种样式。好，然后并且呢了解这个 iPhone 和 iPad 和 Touch 这个设备呢，在这个 Media Queries 时啊有怎怎样的一个特殊之处啊有这样一个特殊之处。那么我们应该用何等方法来？ 处理或者是定制这种 i Phone, iPad 或者 iPhone 的这个设备，嗯、呃，设备中的这个 Safari 浏览器的这个处理页面时候，根据这种多少这个像素的窗口来处理的。好，那第三呢是掌握这个媒体查询表达式的这个编写方法，好，掌握 CSS 3中定义所有设备类型及设备特征，啊，媒体查询条件表达式中。 各种关键字的含义，以及结合使用设备类型、设备特征和各种关键字呢，来正确的编写媒体表达式。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课的一个课后目标啊。课后目标就这么三个。好，我们抱着这个啊疑问呢去学习啊，什么是这个 media c u r i e s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使用方法。好，那在这里，media c u r i e s 的使用方法，那么它的使用方法呢是这样的：好，前面一个这个符号，然后后面呢跟上一个这个 middle，然后后面是这个设备类型，然后 and 这个设备特征，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样式代码。好，那么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呢？嗯，我们先暂时不忙管它是什么意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设备特征。 在样式代码开头呢，我们必须要写这个，嗯呃 m i d d l 好，必须要写这个。然后呢，啊、呃，就是制就是制定我们的这个啊，指定我们这个类型啊，数据类型。那么可以指定的这个值呢，以及所代表设备的这个类型呢，在这里好，一共这么几样。好，那么比如说第一个哦，那么它就是呢，表示呢所有的设备啊，所有的设备。那 第二个的话，那么就是表示这个电脑的显示器。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啊，打印机啊，对不对？print 打印机。啊，比如说 TV 啊，就电视。好，那么这是这个啊所表示的这个代表的设备类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呃，我们的这个设备类型呢，它的这个书写方式呢，啊、呃，与我们样式的这个书写方式呢很相似。好，分为两个部分，呃。 当中呢有冒号进行分割啊，冒号前呢是我们呃写这个设备的这个某种特征，冒、啊、号后面呢就是跟上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值。好，例如我们指定浏览器窗口大于四百四百像素时，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写啊，mining width 四百。好, Mini, Bridge, 400, 好，大部分的设备的话都是啊都是这个设设备的特性呢，都是接受这个 mining 或者是 max 这个前缀啊。 来表示大于或者是小于等于这个逻辑判断，啊、呃，我们用这个呢来避免使用这个大于符号和小于符号这些符号。好，嗯、呃，然后下面呢是十三种这个设备设备的这个特性说明。好，特性说明，我们看一下啊，特效好，位置。那么这个呢是用来计算宽度的。好，计算什么呢？计算我们浏览器的这个。 窗口宽度，那么它是否允许使用这个前缀呢？好，允许的，啊，并且它指定的值呢是可以带单位长度的这个数值，好 h e i t 一样，啊、呃、一样的，它是判断我们浏览器窗口的这个高度，好，那么这个值呢，大家下来呢可以看一下，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再回过头来，好，回过头来，呃，这个讲了这么多，我们到底怎样去进行判断呢？啊？ 呃，其实刚刚这里呢，大家已经给大家说了一遍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好，第一个设备类型，那比如说，呃，我们的这个电脑对不对？电脑设备，那属于哪种设备呢？属于这种设备对不对？这个电脑显示器对吧？好，那比如说我们在编写一个这个和我们电脑显示器判断电脑显示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信息。好，嗯、呃，这里呢，我们打开这个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呢，来进行这个。 讲解好，对照着讲解。好，这个环境有点大啊，稍微等待一下。好，打开之后呢，我们新建一个项目。好 m e d i e Queries。Qu eries, 好 m e d i e Queries 模块。好，然后新建一个文档。 index，好 index，然后这里啊，直接把这个加上去模块啊木块去了模块，好，media queries，好 media queries 模块，那在这里呢，嗯、呃，网页标题就不加了，好，嗯、呃，在这里我们新建一个 div 啊，新建一个 div，先新建一个 div。 dv，然后给它一个 id 呢，叫做 dv 一，dv a 吧，好 dv a，然后在这里，好，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啊、呃，通过判断各种这个窗口下的时候的的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们怎样来判断啊？我们回到这个文档里面，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必须要啊、呃，前上 加上前面加上这个 at，然后后面这个 media，好，这个这个逻辑格式的话是必须存在的啊，必须存在的。我们先直接把这个格式呢拿过来，好，先放在这里。呃，放在这里之后呢，怎么用呢？好，这个先放在这里啊。哦，那这里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style 都没添加，那么就直接放进去了，糊涂了啊。好。 放进来之后呢，哎，我们看到它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错误提示了，对不对？好，首先我们来设备类型，那么这里所指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设备类型了，好，对不对？那么我们当前的话是这个电脑显示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值拿过来，好，拿到这里把它换成这个设备啊，这个设备的这个好设备，然后设备特征，那么什么是设备特征呢？来，我们看一下啊。 下面设备特征啊缩、呃、写，那么这个前面呢看不懂啊，主要看这里啊，主要看这里。需要指定浏览器窗口宽度啊，宽度大于四百个像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写啊，好,好命 i n 好 w i d t 四百，哎、呃，这个设备特性就是不是这个里面啊，括号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好，那么可以判断什么呢？啊，在这里，那么它的设备特性呢就是这个啊。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呃浏览器的这个窗口。那么窗口怎样判断呢？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这个值啊，判断它的这个浏览器窗口窗口的宽度。好，那么我们这样来看看啊，放进来复制一个过来，设备特性，这样对不对哎，不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啊加上这个前缀，对不对？我们要判断它是否是否大于四百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 当浏览器窗口大于四百的时候，好，复制过来，在这里，好，复制大于多少呢？大于四百，好，那么就直接写四百个像素，好，大于四百，嗯，这个括弧呢，好像有个问题吧？括弧好像是中文的括弧，好，括弧改一下，好，改成英文的括弧，好，如果如果浏览器窗口啊。呃 大于这个四百个像素，好，那么就执行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效果啊，大于大于四百个像素，嗯，我们看一下啊，大于四百个像素就执行这里面的效果。那执行什么样的效果呢？好，那么这个里面我们这个时候再定义定义 D I V I，好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给它呃选择 D I V，对不对？选择这个时候选择 D I V I，然后信号。 divi，好，选中 divi 之后呢，干什么？它小于四百的时候，好，我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好，给它一个这个 background。那么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橙色吧，啊，橙色。啊、呃，这个复制多了啊，不是复制。然后给它这个宽度的话，好，宽度等于这个四百，哎，跑出去啊，四百。 四百像素，好，然后高度的话也是四百个像素，好，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生成了一个选择的这个样式，好，当它大于四百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一个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浏览器，进行预览，好，那么现在浏览器默认的是大于四百，对不对？大于四百，那么我们把它缩小，缩小，缩小，小小小，哎。小小小诶 变小了之后，小于四百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宽度小于四百，哎，我们这个容器不见了，对吧？不见，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容器的话，我们指定了大于四百的时候的这个样式，所以说它就会消失不见啊。嗯，基、呃、于这个道理，好，那么我们可以再来设置，前面可以给它设置一个，当它这个大于这个啊，这里啊，大于这个。 八百啊，大于八百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判断。八百的时候呢，我们给它一个八百的这个八百乘八百的一个正方形，然后给它一个背景颜色的话是这个，嗯，看一下啊，给一个蓝色，好，给一个蓝色。当它大于这个八百的时候呢，会显示一个蓝色的区域。好，我们现在刷新，没有内容。好，变大之后是橙色，然后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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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啊，八百个像素了。好。 这里够八百个像素之后呢，它就会变成这个蓝色。好，我们还可以给它加很多个这种啊，还可以加很多个。啊，比如说，我们再给它加一个，好，加一个。那么这个呢，大于一千啊，大于一千的时候呢，嗯，给一个一千的啊，一千的啊，给一个一千。颜色值呢，给它换一下啊，换成绿色深一点的。哎，怎么跑到红色去了啊？红色也可以。 好，只要能够区别就可以了，对吧？大一点，哎，呃，现在的话，默认就变了啊、呃。什么情况呢？因为这里，好，这里什么什么情况？大于一百，对不对？大于一百。好，那么现在的话，它是大于一百的，对吧？大于一百，但是它小于四百吗？嗯，不小于四百。那为什么它这个颜色在前面呢？好，那么这个原因呢？啊、呃，出自于这里，啊，哪里？因为它在最前面，它的优先级最高。好，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去。 啊，放到后面去。那放到后面之后呢，就可以解决刚刚不是小到这个四百之前就不能显示样式了，对吧？哎，我们发发现四百之前就可以了，现在可以显示样式了，对吧？但是我们缩小到一百的话，哎，这个浏浏览器默认好像就不让你缩小到一百个像素，对吧？好，是这个放大放大就会有这个效果。好，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案例，好，最简单一个案例，嗯、呃。 这里面呢，就是它可用的值。那么这里的话，我们指定的这个呃设备类型的话是这个电脑显示器，对吧？电脑显示器，那么就是啊这个，好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分析分析一种这个布局的这个模式，然后来实现一下。嗯，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这里这里呢有一个这个自适应布局的这个案例哈。 那么，当我们这个浏览器最大化的时候呢，它是三个啊，三个这个分栏、通栏啊，三个分栏啊，不是通栏，三个分栏竖着的分栏。好，如果当浏览器缩小之后呢，它会它会改变这个布局方式。好，缩小之后呢，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的宽度呢变小。好，变小之后呢，实现一个上下啊，上边是两栏分栏，然后下面是一栏的这个一栏通栏的这个、呃、布局模式。 然后，如果浏览器再变小，再小，再小，再小，好，小到一定的值值之后呢，它就会实现这样一个效果，就是变成把所有的这个呢都变成三个通栏，都变成三个通栏。好，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个效果的一个制作方法。好，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新建一个这个文档 index。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嗯，标题呢，给它加一个叫做自适应布局。好，自适应布局。好，嗯、呃，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来划分一个大的这个 div 啊，大的 div。那么这个 div 的这个 id 呢，就叫做 con center 啊，center body 啊，center body。 那么它呢是最大的不最大的这个 div，然后在这个 div 里面呢，我们分一个 div 和一个 p 元素。好，那么这个 div 的话，我们给它设置为 left，left，left, 好，left 表示的是左边的这个 div，好，左边 div，然后这个里面呢有两个这个 p 元素，啊，有两个这个 p 元素，那么给它一个 id，那么这个 id 呢，我们就给它这个 center，c o n t r 好，center，这个是这个 p，好，然后这个内容呢就是这个 center，好，这里给它大写的 c，好，然后复制一个，那么复制了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首先给它命名吧，这个 left 杠 y，好，为什么杠 y 呢？因为中间的这个 center 的话，它是在中间显示，对不对？中间这个位置显示，好，左边的话是这个 left 杠 z，好，那么它就显示的是 left。 left，好，这个，然后我们在这个 left DIY 之外呢，我们来新建一个 p 元素，好，新建一个 p 元素，那么这个 p 元素的 id 呢，我们给它 right，好，right，然后内容呢也同样给它 right，好，嗯、呃，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页面效果，那么是应该没有任何效果的，好，看不出来任何效果，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开始给它这个。 指定样式，好，指定样式，在这里 s t i l l 首先呢，我们来指定这个 body 的这个大的一个样式。那么我们让这个 body 呢有一个这个 m a j o r 好，嗯 m a j o r 的话是二十像素，好，m, m i m i r，啊，body，首先选择 body，好，然后 m a j o r 等于二十。 二十 px，然后零，好，然后我们选中这个最大的，好，最大的这个 div，那么这个最大的 div 的话，就是我们的 div 星号，好，center body，好，那么这个大的 div 呢，我们给它一个这个宽度，好，我们给它这个宽度的话是九百六十个像素，看看，一般的网页的话，我们都是九百六十个像素，对吧？好，major，那么等于 two，好。 这个时候，那么它就会这个进行居中了，居中显示。好，然后呢，给这个 left 区域，好，left 区域就是最左边的这个大的这个区域，对不对？大区域呢，我们给它指定一个样式，好，div 星号 left，好，我们给它这个这个宽度的话，我们让这个宽度给它一个 w t h，嗯、呃、，w l d t h，给一个宽度，嗯、呃，宽度值给它一个七百。 七百四十吧，七百四十像素，好，然后左浮动 left，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设置这个 p 的这个 p 元素的这个行高啊，p 元素的一个相关样式 p。首先呢，我们来设置它的这个行高啊，行高我们给它设置的这个大一点啊，比如说六百个像素对吧？六百个像素，因为它们所有的这个组成呢，都是靠这个 p 元素来进行组成的，好。 嗯，text 呢？我们让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居中啊，center。好，居中。然后字体的话，我们给可以给它一个加粗的一个粗体的显示，bold。Board, 好，然后嗯，关于字体的大小，font size，嗯、啊，给它一个两个 em 这样一个大小。好，然后最后给一个 m a j o r 那么这个 m a j o r 的话是上上有零，下边二十吧，给下边二十个像素的这个。 这个边距啊，上零，右零，下边二十个像素，左边二十个像素。好，这样来。然后呢，然后我们再来给这个 left 里面的这个两个 div 进行这个颜色的这个指定啊，两个 div、呃。嗯，首先呢，第一个 div 的话是这个 left 杠 z 吧，对吧？left，嗯 d i v 行好。Div, 信号 Left 杠 Z，好，嗯、呃，首先我们给这个看一下，Left 杠 Z，哎，不对吗？嗯、呃，使用下划线吧，或者直接就是 Left 杠 Z 吧，啊，Left 杠 Left Z，这里改一下啊，啊，不是，这里选错了。 这里的话应该是 p 下面的 p 元素的这个 left 杠 z 好，p 下面的 left 杠 z，嗯、呃，左边的话，我们设置它的这个宽度呢是这个两百个像素好，设置成两百个像素，然后呢让它进行这个左浮动 float 等 left，嗯、呃，背景色给一个好，给这个蓝色吧，然后我们来刷新看一下。 那那么在这里呢，就已经有了一个好一个蓝色的这个区域，对吧？呃，当然这里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字体呢加一个颜色，那么加一个文字白色吧。好，白色，然后来刷新看一下。好，文字变成白色了。好，我们接着来继续。我们命名了最左边的这个 left 之外呢，啊，left 之外，啊，left 之外呢，我们来命名中间的这个 center 部分，啊，呃 p 星号。 left 杠 y 啊，left 杠 y，center、right, 部分，呃、uh,，center 的话，那么我们给它这个宽度呢是这个五百个像素啊，五百，呃，五百二十个像素吧，五百二十像素加起来，嗯，加这个刚好是这个七百，七百七百二十，然后然后右浮动右浮动的话，那么它就会留下二十个像素的这个边框，对不对？边栏目边距，对不对？宽度二十啊，宽度五百四。 宽度五百四，然后右浮动 f l a t 等于 right，好，那么这样呢就可以解决中间的这个空白，好，然后呢给它一个背景颜色，嗯、呃，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里给的背景颜色的话是天蓝色，我们可以随便的给它指定一个，嗯、呃，绿色吧，好，绿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嗯，在这里，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呃，左边的这部分呢就出来了，好，然后呢，我们再来设置右边的部分，好，那么其实右边的部分呢很简单了，嗯、呃，在这里 p，信号 right，好，右边的部分，同样的，我们设置它的这个宽度呢是两百个像素，w d t h。 宽度是两百个像素，好，然后让它去右浮动啊，右浮动，然后给一个背景颜色就可以了、呃。嗯，橙色吧，好吧，橙色。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刷新就会出现三栏，啊，就会出现三栏，但是我们啊、呃、缩小的话，它不会有任何变化。缩小之后不会有任何变化。好，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根据之前的这个做知识呢来进行这个。 来来进行这个判断，判断我们这个呃设备的这个宽度啊，设备的宽浏览器窗口的这个宽度是多少？好，呃，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把前边的这个代码呢直接拿过来，好，复制一份过来，然后放在下面。呃，我们做一下小小的修改，好，那么这里的话，它是这个大于多少呢？大于一百，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来改一下。 啊，我们给它改成这个一千个像素啊。呃，如果这个浏览器窗口大于一千个像素，那么我们选择啊下面的样式呢进行修改。首先呢是修改我们整个大栏目的这个宽度。那么我们这里的大栏目的话是九百六，对不对？那么可以把这个大栏大栏目的这个宽度的话进行更改，改成嗯一千个像素啊，改成一千个像素。 我们看一下啊，改成一千个，那么把这个去掉，好，改成一千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刷新看一下啊，那么自己发现它就会，嗯，有一个移动的效果了，对吧？自己把它变大了，好，如果小于一千的话，那么它就会自己缩回来；，大于一千的话，自己会放开。好，那么这是这个，啊，已经有一点这个动作了，对吧？继续来。 呃，我们只是刚刚设置了一个最大的，我们还要把这个小的都来进行设置。嗯、呃，大的设置了，然后来设置这个小的啊，left，left Left, 左边距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了，现在7七四零对吧？七四零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七八零，好，放到这个七八零，宽度放到七八零，然后小的这个内容呢？ 好，小的内容也给它一个修改，嗯、呃，在这里看一下啊，左右的，好，放到里面去，呃，左边这个最最小，左边这个小的部分呢。 像素最小不小于六百四十像素，好，那么是这个，嗯，上面的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于一千像素的时候，对吧？这里大于一千像素的时候，好，那么这这个大于一千的时候，然后下面呢，这个是小于。 九九九，99, 然后，嗯，不小于这个六四零，大于六四零。好，那么这个怎样写呢？那么其实大于六四零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把这里改一下，对不对？把这个一千呢改成六四零，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大于不超过九九九怎么办呢？好，在这里加一个 and，好，and 后面呢跟上这个括号，好，max 杠 which。 然后呢，不超过九九九，好，不超过九九就直接执行下面的效果。好，什么效果呢？呃，把总的这个宽度啊，总的这个大的 div 的宽度呢，给它设置成六百四十个像素。好，那么如果上面的变小了，那么下面的这个 left 的呢，它们这些呢，当然都要变小，对不对？那么怎样来变小呢？好，这个区域的话，它是我们的这个哪个部分啊？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这里，这个区域的话。 这个这个 div 所控制的这个宽度是所控制的是我们这两个 left 和 center，对不对？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个 left 和 center 呢，它们两个的宽度呢刚好等于我们的六百四十，好，因为等于六百四十的话，它就会把我们的这个右边的这个挤下去了，对不对？它就会把右边的挤下去了。我们可以看，如果好，如果是这样，六百四十，那么它就会把它挤下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嗯，这里呢，把它直接改成六四零。 嗯、呃，然后呢？然后怎么改呢？我们看一下啊。然后让左边的这个左边的这个部分不变，我们看一下这里的效果是不是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呃，实现这样的效果，让左边的这个大小不变，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呃，变小，大小呢变得小一点哈。呃，我们看一下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设置成六四零之后，如果现在是这里是两百个像素，左边是两百。 两百的话，要加上一个二十，那么就是二百二。二百二的话，那么这里的话应该就是四百二十个像素，对不对？四百二加个二百二，那么就是六百二十，对不对？六百六百四十，好，就刚好等于我们的这个左边的宽度。好，那么这里呢，我们给它改成四百二十个像素。好，然后接着来看一下啊，缩小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对吧？嗯、呃，继续，继续来。嗯、呃，那么我们要让这个右边的这个红色部分掉下来，对不对？掉下来怎么办呢？好，嗯、呃，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做。现在它是不是浮动的？现在它是浮动的，对吧？右边的话是在这里，它现在是浮动的。好，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清除它的这个浮动。那么我们把浮动给它改成 no，然后用 cleaner 呢来进行清除。 可能这 bold，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清除掉它的浮动啊。那么这里这个背景颜色其实我们可以全部给它干掉，背景颜色没有用对吧？没有用，好，没有用，只会占用我们这个啊、呃、网页的读取速度。好，嗯、呃，这里呢给它改一下，改成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页面看一下，好，变小，呃，变小之后呢我们看看，刷新。 嗯、呃，看一下啊，没有下来。嗯、呃，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呢？啊，呃，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给它设置下，呃，因为它要变下来，变下来的话，它会需要涉及到把这个我们看一看，把这个高度行高和下边的这个行高呢进行设置，对吧？好了，我们给它改一下。那我们把这个下边最下面的这个的话，我们给它改成百分之百。 百分百显示，那么它会占满整个栏目，对不对？百分百显示。好，然后我们来，嗯、呃，刷新看看。好，刷新。那么它还是在上面对吧？嗯、呃，行高我们给它改一下。嗯、呃，行高的话改成一个一百五十，因为它是在最下边了。好，在。 最下面了，就是最下面这个 right，那么把行高给它改成一百五十，然后上面的这个行高的话，我们也给它改一下，好，改的矮一些，那比如说改到四百三或者四百四吧。好，那么我们这里给它加一个 p，那 h i t 等于四百三十 px。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下，嗯、呃，我发现这里好像它始终没掉下来。 那么这里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一下啊，检查一下代码。呃、啊，这里这里这个判断的这个判断这个宽度的时候，这里少了一个宽度啊，宽度也要加上去啊，宽度搞错了。我们看一看，好，哎，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它就会变下来了，对吧？变下来了，好，啊，刚刚就是一个宽度的问题啊，宽度的问题。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实现了前面两种这个效果，对不对？在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宽度的时候，最大化的时候，和这个第二个缩小为六百四的时候一个宽度。那么如果我们再缩小的话，那么这个效果的话，就和我们这个想要的效果不一样了，对吧？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怎样设置呢？好，然后我们来再来设置。呃，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直接给复制下来，复制下来。 然后这个的话叫做什么？这个，嗯，我们算一下，它的应该小于多少？小，我们上面的这个的话，它是小于六百四了，对吧？小，小于六百四。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能超过，不能超过六百三十九，对吧？六百三十九，六百三十九，最大不能超过六百三十九。好，那么就在这里呢，我们把它改一下。好。 嗯，max width 好，最大不能超过六百三十九。然后呢，嗯，这里我们就要改很多东西了。嗯、呃，首先呢，我们要让它进行百分百显示，对吧？百分百显示，所以说这个大的区域的话，我们就让它这个百分百显示吧，对吧？百分百显示，因为我们看到啊，因为这里如果是这个自适应之后，呃，到这个。 小于六百三十九了之后呢，它就会百分百显示，对吧？百分百显示到我们浏览器上面，和浏览器进行贴合，贴合显示，对吧？好，那么这是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呢进行设置，啊，嗯、呃，首先呢，让我们这个大的这个总的这个地方呢，总的总区域呢，都变成这个百分百的这个比例，好，然后呢，再让我们的这个左边的这两个部分，左边的这两个部分，就是这两个部分呢，也变成百分百百分百的这个显示，好。 百分百显示，然后呢，好，百分百显示之后呢，我们要让它不进行浮动，好，不进行浮动。那么浮动的话就会扰乱了它这个默认的顺序，对吧？不进行浮动。嗯，至于这个高度，高度的话，我们看，嗯，他们在这个缩小之后，高度不能过高吧，对吧？我们这里设置的是这个，看一下，大概就在一个。 这个可能三百个像素左右吧，三四百个。好，那么把行高给它改成这个三百个吧，三百个行高。好，嗯、呃，然后呢，嗯、呃，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效果了啊，看一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左边的这个已经已经这个开始了，对吧？开始有这样的效果了。好，但是还没来。嗯、呃，我们继续继续来。 呃，下一个是这个 left 杠 z，那么同样的，把它呢也变成百分之百显示。好，它就是最左边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 left，也让它横着显示，对吧？百分之百显示，然后浮动的话 no。好，然后右边的这个话也是百分之百显示，百分百，然后浮动的话没有，好，没有浮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缩小，哎，缩小之后呢，就有了这样一个效果，对吧？上面已经进行百分百显示了，好，下面也是这个百分百显示了，嗯、呃，但是下面呢，呃，为了这个，呃，下面它本来就是已经就是这个百分百显示了，对吧？好，本来就已经是百分百显示了，嗯、呃，我们看一下，但是呢，这个宽度呢和上面这个行高啊，和上面的不一样，对吧？ 我们上面设置的是三百，下面是一百五，统一一下，两百八，设置成两百，好，统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看一看。好，那么这个呢，就设置成了这个小于六百四的时候啊，就六百三十九，小于六百四的这个窗口了之后呢的一个效果，好是这样一个嗯这个横屏横屏这个满屏的这个平铺的方式，当它大于六百四之后呢。 就会出现这个上面两栏，然后下面一栏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当它大于一千个像素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三栏显示。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关于这个自适应布局哈布局的一个方法。呃，那么这节课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这节课呢讲的这个知识点呢比较的重要，那么和我们以后的这个布局的话是啊息息相关的。网页中好。 那么同学们希望下来之后呢，自己进行练习一下。好，那么这节课的话，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